餐馆位于比较老的一个商业街，现在能看到餐馆门口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啊。这餐馆的老板是唱《泰坦尼克》那个主题歌的 ，My Heart Will Go On， 就是他们是也就是席琳迪昂夫妇开的。哦，最早的创始人是犹太人，他们是2012年收购了这个餐馆，当时的收购价格是1000万加元。对面这个店就是今天晚上选择的吃饭的一个餐馆，这餐馆是犹太风味吧。主要的食品就是著名的熏肉三明治。因为排队的人比较多啊，所以说我上次来就没进店里去吃，然后呢就是直接打包带走了。啊，上次来的时候也是去年这个时候吧，买了一打包就去看老港看烟花了。比较巧的是今天我的行程也是在这家餐馆吃完饭去老港，开车去老港看烟花去。从这个位置看，这个队伍已经排得非常长了。这边是外卖的哦。
就差一杯二锅头。这个是火腿肉的，比牛肉的就差很多了。来给牛肉的一个特写，哎，这熏牛肉，熏牛肉的好吃，这个就一般了。熏牛肉的是11.95块。